我运气超好，我运气超好，我运气超好，幸运之子是我。我战斗时间我强先破损。我不小心按到一次，我会把自己弄死。我告诉你玩的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等一下，我第二张过的时候，你第一张过了。贱！决胜。隆重介绍我们的卡皮巴拉主题 RPG 游戏卡皮巴拉 Go， 你的旅程呢将以卡皮巴拉为中心，与它建立联系，一起来探索荒野。你还可以跟其他的动物交朋友啊，结盟啊，共同面对危险啊。在游戏中胜率失败呢是取决于你的选择跟你的运气哦，所以我不知道你会活到第几天。那我目前最高是60。那另外呢，这款游戏的代言人是日本超高人气歌手兼 cos A Nako。 那我们就先一起看他的这个水豚之舞。普通じゃない冒険今すぐダウンロード。其实我没有想说要跳的。可以看到这个我的下方呢有这个 Google Play 跟 App Store。 另外呢今天还有准备这个礼包码要给大家来领取 IRIS52。 这个礼包码是领完为止，所以请大家速速的去兑换。这个游戏的主线玩法非常的酷，可以尝试不同的技能组合通关，或是你的不同选择等等的。然后再就是如果你在游戏的游玩中呢累积了大级七次的话，就可以抽超级 buff 的功能，从第一天开始咯。我是一只快乐的小水豚，忍耐和魔兽袭击了我家园，我是唯一的幸存者。我决定拿着武器踏上冒险的旅途。下一天，我战斗时间我强先破损。我要参加森林骑士的颁奖晚会，自信满满拿到一枚最佳的毛发奖。那是肯定的。下一天晚上呢，遇到一个女妖，她跟我分享了一个古代女妖国王的故事。我喜欢听故事。哦，现在是选择技能的时间哦。生命首次小于30%的话，每回合。好，我要选这个。下一天，发现一座被遗忘的神殿，然后藏着很多知识，获得了金币。好，领悟一下，开场反击。下一天，你从一个流浪商人购买一辆宝刀，说能达到精选值，但找不到，攻击力减5。发现那个无人小屋，收取一下，战斗了 ，fight！ 看起来不怎么样啊，三箭敲扁，一样下去。大吉！我运气超好，我运气超好，我运气超好，幸运之子。我又是你哦，看吧，不要惹我。到第25天了，哦哦，精英哦，有胡子的大哥你好。Oh my god, oh my god. 哦，哎，他一直被我暴揍哎。他打我，我还会回血。你看我选前面选的多好。走开！圣光显然没有眷顾这名骑士，我获得了黄金宝箱。人类不过如此。哦，我要选择复活，因为我想要，等我到时候有什么失误的话，我发现一个天使。哇，谢谢。哦，真的是狼哎 ！Oh my god！ 他看起来有点硬哦。有没有护盾之力？我跟你讲，前面的选择是非常重要啊，非常重要的。我要选择复活，因为我想要，等我到时候有什么失误的话 ，Let's go！ 我这次要快速带过。你好，幸运的我 ，Nice。
我不小心按到一次，我傻眼，我会把自己弄死。我不信，活到第六十天。欸，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Quibi 他活到第几天吗？他四十三天。哼，我是幸运的。Nice， 我还好没有再按到。想问一下，你比较喜欢这种低沉的嗓音，还是这种啊俏皮的？我比较喜欢那种。OK， 那我今天就当一只成熟的水豚吧。欸，你第一张过了没？我还没。你要先找我请教一下啊！真的吗？我是这个游戏的高手啊！你确定？三十一分钟，终于突破啊！我可以先开你的实况台看一下，你有没有 cosplay 我们最可爱的卡皮巴拉？好啊，可以啊，当然可以哦！我是一只可爱的水豚的。我跟你说，我刚刚一开始玩那个技能的过不了，狂战士，然后暴击反击的，就那么一直平 A， 一直平 A， 直接一路畅通到底。你可以继续玩第二章啊！对啊，好，那我知道了。我告诉你，玩的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等一下我第二章过的时候，你第一章过了。好啊。这游戏暴击很强欸，可是我觉得连击也很强，中毒也很强。可是问题是你不能全都要啊，妹妹，你不能那么贪心啊。我就很贪心啊，跟你一样贪心。确实我很专一的好不好？不是，我很专一的好不好？我刚开前面喂。我这边有个问题想问你，是一个会撒娇的男生吗？我当然这么 man 的人，当然是不太会啊。因为他们也说我不是一个会撒娇的女生啊。他们说你是不会撒娇的女生，不可能，你一定会。我刚刚还上网 Google 查了一下怎么撒娇。好啊，你这个话题一开，我已经不知道我选了什么技能了。你看，这个就是我的计划之一啊，宝贝。是啊，我在第二章开船，你还在第一章。你不要吵。哎，这样算撒娇吗？我在船上，现在感觉有点晕。我是说第二章他有那个船。哦、oh, ，I know， 怎么写？来了，这个中分的战士 ，Yes， 谢谢。我现在也来到了第二章。我这样很有压力耶，被你招惹，很糗哎。你先换那个青蛙装哦，情侣装先穿起来啊。好，你想要跟我穿情侣装，早说。没有，我是说早说嘛，早说，不解释，闭嘴嘴。挑战一下这个，我这次保证扣光五十。啊，如果没有五十，海底捞抵消，一人欠一顿。我又欠一顿，我先欠一顿海底捞，是不是？好啊，那如果你没有过的话，那带这个水豚一起去吃海底捞啊。好。我又要上头条了，好恐怖。是39吗？39吗？对。那我刚刚就卡那了。不行啊！我要死掉！不要过！不给他死！好，我死了。Yes。一人开始，最后一次决胜，认真玩。你们两个如果都没超过39，就是平手。再见了，刘明，你将被我超车。我死了。你死了，第几关？49天。Watch my show。49哦，哎，他生命很多啦。我跟你说，我血超多的，超大一管。你很烦欸。你看。被投胎超毒，你好毒，Oh yeah baby， 哦，站起来干嘛？站起来干什么？他很抖哎，哎没有哎，带走，哇塞，早说是会过了嘛，这么帅哥哦，你触碰到我的逆鳞。我一定要让你知道我多厉害、啊。有，我知道了。宠物功能牛逼，开启。他应该就是可以再把宠物装上去，然后让角色变强。哎、欸，我开蛋了。要开什么？哦，好可爱哦。那我要把这个超丑的青蛙放上去。有加战力。哦。大胆些。OK。走啊，下一题啦，出门啦。好吧，走吧。我就这样直接去啊。好啊，直接去啊。出门了。赶快下载看你可以到第几天。那更多活动的详情呢，请大家多多关注官方的 FB 还有官方网站资讯。那我们今天呢就告一个段落了。卡皮巴拉 Go， 拜拜。感谢您的收看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支影片见，拜拜。